的有一点不舒服哦。这是一群去露营的学生拍下了这个自然界的怪现象，几百万只蚂蚁就像卫星云图一样不断的原地打转，据说它会一直绕到死亡为止。那么研究蚂蚁的专家说呢，其实目前还没有办法断定它为什么要在原地绕圈圈，但是他们猜测很可能是因为侦查食物的公蚁留下了错误的费洛蒙讯息，所以导致其他的蚂蚁不断的跟随，就变成了一个不断绕圈的循环，这会直到蚂蚁耗尽体力死亡为止。所以专家也就称呼这种圈圈是蚂蚁死亡漩涡。